不管怎么健身，怎么瘦，手臂一定会有肉。嗯，那以前胸部是很，就是比较平，所以侧面上看起来哇，我是很魁梧。但是就是做完胸部之后，比例看起来就比较好。是。精华美丽 ，good。麻雀变凤凰，成为人气王。大家好，我是精华美丽的凤舒医师。那今天我们邀请来吴依妮，吴依妮是我们做复合式隆乳的一位小天使。那现在已经到了术后十个月了，我们今天会请吴依妮跟我们分享一些术后的心得。这是吴依妮。大家好，我是那术后的十个月中间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，还是需要适应的？比较需要适应是，因为我平常有在运动，就是健身，因为我的伤口是在腋下，所以有时候做往上举的动作的时候，这边会没办法拉开。过多久运动方面都没问题？大概两个到三个月。其实我也有鼓励客人在术后一个月过后就可以渐进式的回去运动，一直持续活动，其实这个都会改善。我蛮想知道，就是在做完胸部，你们对于触感的那个感觉，术后那一个月还是胀胀的，不能说硬，可是就是跟以前的胸部不一样，皮比较绷，对对对，比较绷。然后跳的时候也不会自然晃动，自然晃动，对。可是现在它已经会自然晃动，然后跟自然的胸部比，自然胸部就是有些是脂肪，有些是那个乳腺体，对对对，所以摸起来就是很软，可是我们因为是磨低，所以摸起来比较 Q， 是，形状也很漂亮。维尼的一个体质也有包含，它其实胶原蛋白很厚。那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就有发现，它的皮肤是厚的，就是可以保持年轻的状态很久。所以我觉得你的 Q 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自己的组织其实是很年轻的，这层皮的关系。对，是厚的。但是我觉得这个 Q 并不是到很不自然的，另一半会觉得手感不好吗？不会，现在不会。OK， 就是下面这边其实跟自然胸部摸起来真的蛮像的，只是上面可能因为我本身以前的胸部上面就比较丰满，我有上胸，是，可是没有下胸。对对对，然后所以现在上胸会也是比较 Q。OK， 他给的评价是后天的就是比较 Q， 然后形状很漂亮。是，真的话就是很软，是，可是形状有些会。对，我好像就是到了我胸部消肿，没有那种像月经前一样那种肿胀感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忘记我自己隆乳了。OK， 我们抓大概是你大概一个多月到三个月之间就渐渐忘记这件事情。对，差不多三个月啊，因为伤口什么的都已经。对，因为我有个客人说，他后续就是一刚开始可能去跑步，他是一个长跑健将，他一刚开始去跑步，他都没有办法感受到自己的胸部是在动。对，但是他说后续就是接近三个月的时候，他也会觉得有那种波动的感觉。因为通常去健身房会穿那个运动内衣，是，他比较集中。然后在跑步的时候，他就上下有那种感觉。对，好，全新的自己的状况来说的话，买衣服啊，内衣好了，先讨论内衣，你觉得尺寸的变化？因为我那时候揉完之后，我有去网络上买，是，然后我买的是34C， 是，因为我自己目测觉得很像 C，是，可是他寄来的时候，因为他是后背，所以我穿起来又突然爆炸，爆超级爆炸。因为很多客人会选择用罩杯来跟我们沟通，我觉得这并不是不好，只是我发现很多人对于 C 罩杯或 D 罩杯、E 罩杯，其实想法是蛮大的不同的。假设说脱光衣服，大家看那个罩杯，我觉得会比较准。但是穿着内衣，因为罩杯有薄的嘛，有的是直接只有丝质的，那有的是薄垫，有的是厚垫，有的是超级集中的。所以我觉得在术前的沟通和你真的很想要一个理想的状态，最好是我可以看到蛮裸露的胸部的状态是最好的。如果你们找不到这种照片，我们整间我也会在咨询的过程当中给你们看案例，那这样我也比较知道你们对于那样子的胸部状态是不是满意的。你喜欢现在的身形吗？很喜欢，因为我个人本身我的手臂这边比较多肉，是，不管怎么健身，怎么瘦，手臂一定会有肉。那以前胸部是很，
就是比较平，所以侧面上看起来哇，我是很魁梧。但是就是做完胸部之后，比例看起来就比较好。是，那我蛮好奇的，因为其实很多女孩子做这件事情，有可能还没有交男朋友或者是另一半。那有的可能已经有了，你对于就是告知另一半这个，你算是希望他们知道还是不在意的？我觉得我会先让他们知道。那其实我觉得男孩子也视觉性的动物，对，他会补了很多那种，对，一个加分的部分，对，想象力，所以视觉效果是加分的，对对。但是触觉上虽然比较 Q， 可是会不 OK 吗？不啊，他说不会，也很 OK， OK。小编就是搬出了一个问题给我和那个 Winnie 哈，我们看得出哪一个是真的胸部还是假的胸部？那我猜 A， 我也猜 A， 那答案是？答案是 A 才是真的。哦，天哪！所以 B 跟 C 是假的。所以其实我发现，因为很多网络上的论坛有提到说，哎，勾是 Y 字型还是 I 字型？去分辨真假胸，可是其实像我们真实的胸部里面是有腺体的，那你如果真的要硬挤沟或者是加一些衬垫，你挤得非常高，真的胸部也是会变 Y 字型的。所以胸部我觉得不要分真假，而是好不好看吧。对啊，像我就是 I 啊，我没有 Y。 对对对，所以其实只要好看就不用太去在意。接下来的阶段会请 Winnie 再跟我们分享更多在修复的心得，还有其余的包含他自己的想法和家人的想法。喜欢我们这支影片，欢迎在下面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加分享。那拜拜。